其实我一直认为，只要我一直努力，哪怕是慢一点，再慢一点，总有一天我会成为一名优秀的漫画师，靠我自己。可是你为什么要让这一切来得这么快呢？我现在都还没有资格要得到这一切。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要瞒着你的，我只是想让你专心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其实就算没有我，你也能靠自己进招式文化。我只是为了你添一把柴，你要相信你自己。这不是一把柴的问题，你这是给我搭了个云梯，直接给我送到了青天。我飞得越高，摔得越重，这个道理你不明白吗？那比起在家默默连载，去一个体面的公司上班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这不是一举两得的事吗？体面？所以你认为我不劳而获，得到了别人想都不敢想的一份工作，这个是体面？何况我从来都没有觉得我在家里默默做连载，这是一件不体面的事情，这是一件丢人的事情，这是吗？你所谓的体面，是忽略了我所有的努力。也对，在你们上流世界中，连感情都可以拿股份当筹码。一码归一码，怎么又扯到股份了呢？我做这些都是为了你好，你至于对我发这么大的火吗？你认为不至于，对吗？我们分开冷静一段时间吧，之后的事情再说吧。不行，我们不能分开，一分一秒都不行。该说的我都说了。说的已经很清楚了，是你没有办法理解我。你这是要把我扣留在这儿吗？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没事儿。没事儿就好。那我陪你坐一会儿。过几天就会好的。还有什么资格来这儿啊？我还是安心的男朋友，我怎么就没有资格？还有脸说这种话？作为男朋友，你就是这么让安心伤心的？这件事是我和安心之间的事情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从小到大，安心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，
他现在在为一个完全不值得的人在伤心，我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。那你想怎么样啊？我会保护他的。如果你不能给他幸福，趁早滚。我飞得越高，摔得越重，这个道理你不明白吗？你所谓的体面，是忽略了我所有的努力。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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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吵死了！大神，请继续。不用上学吗？今天周末。你找点其他事情做不好吗？本来班花约我今天去打游戏的，可是他惹我气，就去补习班了。那你们俩还真是同病相怜呢。小胖孩，让一让，大人要聊天了。我妈说我就不是胖，是健美。施瓦辛格。我就知道你在这儿。你呀，现在跟你们家老爷子越来越像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不是总烦你们家老爷子给你安排到集团当总裁，不给你证明自己实力的机会吗？那你现在给安心安排的这一切，跟你家老爷子有什么区别呀？你还总说安心是一个脾气特别倔的人，他脾气这么倔，你都敢这么做，我也是服气的呀。我本意不是这样的。那你们家老爷子，他本意也一定是好的。安心，你要找的人最近在毕树村出没，这是他的地址，宁远镇毕树村189号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支付宝。啊，好的。哥，我找到雨果了，现在要去趟毕树村，晚上不用来接我了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暂时不在服务区，请稍后再拨。